谢娜不再忍受，正面回应与何炅关系破裂，六个字让人无话可说。谢娜善于在主持的舞台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，相信在整个主持界能与之匹敌的没有几个。她能豁得出去自毁形象，这股毫不遮掩的真性情，她的快乐深入人心，快乐了别人也快乐了自己，那是她的天性，也是她的武器。然而事业成功的谢娜在感情上并显得比较失败，曾与刘烨在拍《幸福街》时与相识相恋，而面对老牛吃嫩草一事，谢娜本人也是完全不理会这种八卦流言。可是你不回应不代表网友就不会继续造谣了，近日有网友甚至传出谢娜和何炅关系破裂。9月10日下午，谢娜通过微博发布一条澄清动态，她表示差不多的了，一会儿我离婚，一会儿我和好友关系破裂，真的很闲吗？